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all 的美音儿女梗，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饥饿杀世界啦。我们呢，今天终于弄到了这一只啊，机甲杀吉啦，花了老头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实在是非常的漫长啊，说长说也不是很长啦，说短也不是很短啦，反正就差不多快一个月吧，还是一个月，忘了，管他的，反正呢，这一只真的是非常的难搞哦。除了要收集90张设计图之外呢，你还要花6000珍珠去获得这一只啊。然后呢，设计图你收集完90，等一下应该有人不知道怎么收集设计图，告诉你这只多难搞。它每一只鲨鱼的任务呢，都是可以获得设计图的。各位看见没有啊？每个任务有一些都非常的鸡巴，就是浪费你的时间的用就对了。然后呢？一次一张，一次一张，一次一张啊！这边解完，这边就会解锁，然后这边解锁完就可以获得两张。所以说，一只鲨鱼你能够拿到5张设计图。好，然后呢，老头收集到90张之后呢，再花6000颗珍珠啊，再把它买下来。买下来之后呢，你已经可以使用它了，但是你只能使用它的弱版、劣质版机甲杀吉拉。它还有一个最终版，最终版就是我们还要再收集到128张设计图，从90到128，大概38张吧，38张设计图再收集完，它才可以拿到最终模式。网络上我去看过，它的最终模式呢是怎样的呢？就是呢，它的能量会自动充能，然后充能完毕之后，释放完毕之后，它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核弹爆炸。这个是全屏的全屏伤害，据说很强大。但是呢，老头首先呢要先使用这个弱版的机杀吉拉给各位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好不容易老头获得这一只之后呢，他这次更新居然给我出这一只真杀吉拉，你还要不要让我休息啊？我好不容易搞好一只，你现在给我出这一只，你现在是要把我搞死是不是啊？你要不要让人家休息啊？不过他算还蛮佛心的啦，他只要6000颗珍珠就可以获得了。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还算蛮有良心的啦，好不好？反正这一只也是之后的事情，现阶段没有办法那么快获得珍珠，除非他出珍珠礼包。珍珠礼包2000颗330块，我最少我也要买3包。990块，我才有办法马上获得它。这个之后再说，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拍给你们看。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机甲杀吉拉。顺便跟各位讲一下，它这次更新呢，除了更新真杀吉拉之外呢，它还多了一张新的灭绝地图。这个灭绝地图呢，新的据说里面好像是可以跟杀吉拉对抗吧？我个人是还蛮好奇的，但是我们先不要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演示一下劣质版的这机甲杀吉拉，之后再让它升到最高阶，再来去用最高阶打我们的灭绝新关卡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待会再打的。然后这个 BOSS 战我没有打过，我就先不要打它，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杀吉拉，杀吉拉没办法去打这个 BOSS 哦。用哪个打啊？那个。这一关好了，这一关鱼比较多啊，好，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行为模式哦。你看，连封面都变这样，那么帅，那么很帅，帅炸天啊！各位看见了没有？啊，什么东西那么吵，一直在那边叫啊，好吵哦！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右键？有没有？这边有一个右键哦，哎呀，真有点吵哎，等我一下。我先重来一下，这更新完之后出现一个白痴 bug， 你知道吗？这只鸟一直叫啊，吵死人啊！我要把它换下来了，这吵屁吵哦！这家伙真的很吵哎，那个 bug 啊，一更新完之后，这只鸟从头到尾一直喵，我弄个巴雷嘞，吵死人了。好啦，那我看一下用什么，两只吃水母好了。还是用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还没有能力哎、欸，随便啦，两只吃水母，不要吵啊，吵到我受不了。好，可以安心的展示了。
安静多了，跟我家的金太阳一样吵，受不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机甲沙吉拉。然后呢，它的右键呢有一个能量哦，这个能量呢，它是要透过不断的吃啊、哦，然后来获得能量，越吃越多，它就会补越快。但是如果你停滞不吃的话呢，它就会倒扣。哎，倒扣之后呢，就没有办法直接蓄满释放。然后呢，这家伙自带喷射引擎哦。哎，这个机甲沙吉亚呢，它是自带喷射引擎的，在空中是可以飞的，有没有？它不需要用喷射包，哎，这个是自带的，非常的棒。然后右键，啊，右键之后就喷射光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哎，然后我现在很 happy 的走在路上，边喷边射这样子，啊，完全无忧无虑，非常的悠闲悠哉。啊，这我们的机甲沙吉拉，弱化版机甲沙吉拉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啊，说真的，其实也蛮猛的啦。光是它可以在空中飞行，我就觉得很厉害了。不用那个火箭筒，可以在空中飞就已经很强了。哦，然后呢，续航力其实也蛮够的啦。它的血量其实要倒扣，其实也不是很快啊。啊，就这样慢慢的这样子。哦，然后其实他这样子，这个喷射光线呢，跟那魔法沙的那个雷射眼睛是很像，很相似啊、哦，非常的相似。只是呢，没有办法像黑魔法沙这么的快蓄能哦。哎，蓄能的速度就是有点弱，这样。哇靠，扣这么快，我要死啦！哇塞，啊，你不是最强最无敌的家伙吗？怎么那么快就掉血啦？啊，枉费你还是最强的呢！啊，不对，现在最强的是真沙吉拉，啊，他已经落掉了这样子。哎呦，可是用这个雷射光射下去，我就马上补满血，好猛哦！好不好？随便过个一分钟，你看我就已经200万分数了这样子。喂，我还可以继续飞啊、想飞多高就飞多高。啊，这还有想到以前的迪士尼电影《铁巨人》。I am Superman， 冲上去，继续冲！为什么不往上了呢？哦，这个应该是天花板的啦，隐形墙不让你上去了。我靠呀，我还被射！哦呦，这么凶啊！呀，我要杀光你们！啊，我没有爆发了啦，没有爆发飞不起来啊，没有爆发飞不起来。冲啊！哎呦，我快要可以超级金币冲刺了，非常好，继续继续，再接再厉啊！这个如果用我的破坏时光，应该是可以直接把它一次喷死啊！哎，我要获得能量，快点给我吸一下，怎么吸太慢了吧？吸太慢了吧？欸、我的爆发一直不断的，哎呦，好痛！好，差一点，继续撞，喷，有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直接被我销毁，非常爽。我冲啊！哇！一号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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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吃这个大肠的，这个大肠吃很舒服啊，很香啊。超香的，嗯，好吃好吃，瞬间赚了七百多万分数啦，哎、欸，不是钱，哈哈哈，好爽哦，起死回生了，有没有？好，这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我就直接先离开了，我要先给各位看一下最终版本，啊，一定会说老头。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设计图，你要怎么最终版本呢？老头下定决心了，为了你们，我要买这个1690的1500颗钻石，用钻石去买设计图，好吧？老头为了大家牺牲一下。OK， 现在有1500颗钻石了，我可以先买几张设计图先，好吧？先从哪里开始买？我们先从最烂的开始买好了。
最烂的开始买的话、啊、应该是从这里吧。哎、欸，最低等开始买，他所需要的钻石是比较少的。好的，再来。我、哦、突然觉得有种爆发户的感觉，爆发户老头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我还有加钱哦，这样子我还有加钱钱哦，为什么？我现在发现原来用钻石购买任务还有加钱哦，有啦，这边写1500。抱歉，我现在来看到 ，sorry， 我们现在差多少张啊？哎呦，快要了哦，快了哦，快了哦！如果买超过会怎样啊？其实我蛮好奇的，会不会直接被吃掉啊？好，现在剩没几张了，63。啊，结束了。耶、yeah, 欸！差一张，真有你的！哇，我剩下88钻石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我剩下88钻石啊！这什么？摧毁北冰洋那些威胁古鲁特威尔的家伙啊！管他的，先不理他。好，我们现在最终形态了啊、哦！我们用最终形态去打这个灭绝新模式。好像是这一个吧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错。啊，还是免费的嘞。他现在下面写免费啊，来打看看。冲啊！啊，奇怪，我怎么没有看到沙吉拉？你这沙吉拉是骗人是不是？哇靠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呦哎呦，我以为会有沙吉拉出来跟我打哎、欸。啊，这个自动充能有吗？我怎么不感觉到有自动充能、欸？有啦，比较慢啦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是最终形态，我现在非常的凶狠。好，那我速度变好慢哦、喔。你根本没看到沙吉拉啊，还是要到很后面沙吉拉才会出现啊？喷啊！我现在速度好慢哦、喔，速度超慢的，我中了 debuff 啊。哦，核弹爆发！哦呦，哇，这就是最终模式啊！这就是最终模式会有的必杀技吗？那、啊、到处都是什么北极红点鲑鱼，笑死！这个不影响吧？北极红点鲑鱼也蛮好克的啊，啊，轻轻松松就吃掉了。这算是一个 buff， 这不算 debuff 吧？哈哈哈！好，我要开我的右键模式了。死吧！耶、yeah! ！哇！哇！哦，又爆了！哦，这个爆炸真的是很爽哎、欸！听到一堆哀嚎声这样子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会有炸弹啊？这边有一颗炸弹是要拿来炸什么的？我挺好奇的，是炸哪里？这边没有血啊！这个是干嘛的、啊？哇，无解！我把它推下去好了。还是说这个最下面有一个需要用炸的这样子？珍珠鱼，珍珠鱼不影响，珍珠鱼不影响。要炸什么、哦？爆！爆了！哦，有够爽的，这个很舒服哎、欸。真的很爽，算了，刚刚那个炸弹不知道拿来干嘛的，我就不想管它了。对，真的无解，因为这也算是一个新关卡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去遇那个机甲沙吉拉，搞不好是最后一关吧。啊，即将发生异变，啊，准备异变了，甩到什么？哇，一堆地雷。一堆地雷，我是觉得还好了。哇，哦呦，这就是我要攻击的对象吗？哎呦，哎呦，他们被我咬死了。继续发射，有够爽的啊！好爽啊！哇哇！空中大自爆，试图用炸药破坏。
他说试图用炸药破坏，破坏哪里？讲清楚，说明白啊！靠药，我变小鲨鱼了，我也好痛哦。其实小鲨鱼应该没差，我要死，我要死了！啊，冲太快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复活。冲啊！我可以吃这个水雷 ，OK 的。冲起来！嗯，好爽，好爽！哦，这是北冰洋哦，那个红色是任务啦。哦，爆！哦，舒服啦，就是这样子，很爽，很爽。要什么？爆发减少50%，这个我想甩掉。啊，这个到底是要怎么做啦？哎呦！这个我不会用啊！这到底，这个炸弹到底要怎么搞啊？那炸弹怎么不见了？大鲨鱼入侵，大鲨鱼入侵我无所谓啊，不是真的无所谓就是了。爽啊！哎，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冰墙？它指的是这一个吧？生命减少50%，不行，这个我要把它吃掉。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这边明就可以过去。我不会炸、啊，人类入侵，人类入侵无所谓啊。Oh my god！ 好吃，好吃。又有了，又有了。哦呦，哎呦，哇，这边好多、哦，这是干嘛的、啊？加速消耗生命，我炸！这个推哪里？推过来这边看一下好了。哦，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冲下去啦！管什么？哦呦，哦呦喂！哎呀，舒服了！哎呀，舒服了！哎呦！我靠，这种这杀鸡啊！我直接把杀鸡给秒杀，炸！哎，这边有一只野生杀鸡啊呢，刀也好痛，好痛！刚刚野生杀鸡啊被我遇到了，然后完全我棍包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就把它给弄死了。各位应该眼睛比较利一点的看得到了吧？刚刚那只黑灰色杀鸡啦，太猛了吧！我爆！我再爆！腰爆啦！爆发减少50，没有爆发可以玩啦！哇，这个 debuff 越来越多啦！哇，那鲨鱼超大一只啊，吓死人啦！啊！生气啦！哈哈哈！太爽啦！哇！啊！我升77呀！这次获得珍珠速度好快，好爽哦！热血沸腾啊！没有爆发怎么玩？炸起来！世界反转180度！不要搞啦，我被反转会死啊！已经很难过啦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重点是我刚吃钻石，他还是选择反转，是不是 ？Oh my god， 有吃跟没吃没什么差别啊！我现在已经有点头昏脑胀了。我刚不是有按吗？怎么还在180？我刚不是有按吗？怎么还在180啦？180，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语无伦次当中，随机加速随便的啦，这就要故意要把我搞死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这真的难度好高哦！哎、欸，这真的难度很高，不是我要讲。他这个要我撑10分钟，你看最后阶段，最后阶段你就知道多夸张了。你看这个最后阶段很长哎、欸，爆！
Oh my god， 我撑得住吗？我好像用掉一个免费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应该还有两个免费。水母大暴走，水母怎样大暴走啦？说一下。哎呦哎呦！冲起来冲起来！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玩了。爆！舒服了，好爽好爽，好爽好爽！耶！那如果这样子看不舒服的人，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哦，稍微再转个180度就变正了，好不好？哈哈哈！刚好生命现在剩这样，哎，原来这里是炸这里的哦。哦，我找到了，原来在这边哦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有这个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哎呦，妖石！哦，原来这可以炸、啊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奇怪的东西哎。这边炸了之后，我可以走这里吗？我可以往这边走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啊！我饱啦！我再饱，最后一波啦！撑着点啊，各位！各位加油啊，撑住啊！我现在就变成是什么都能吃这样子，这个 buff 还不错啊。不过重点是我现在我的生命掉超快，这个非常的危险啊！我必须要说，我现在是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啊，超级之危险。我只要停止猎食的话呢，我可能就会直接喷掉我的血啊，我可能就直接死了。炸下去，再撑一波，再撑一波。哇，我终于反转回来了！我靠，太辛苦了吧！千辛万苦，终于反转回来啦！我赢啦，好爽哦！哦，看广告。Our oceans sustained life. 哎，饥饿杀世界的广告哎。By plastic pollution. 啊，天哪！这是提倡我们要环保这样子啊，很有教育意义啊。你看，连章鱼都在搬垃圾帮忙倒这样子。啊，章鱼都可以环保的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环保呢？啊，我们比章鱼还不如，实在是啊，太令人难过了。好，我们拿到了160颗珍珠，终于打完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爽哎、欸，不是话说，然后打完一场赚6万多块钱，真舒服。结果我这个没有解完。我刚刚整个超混乱的，那混乱到一个不行。到底几等啊？看一下啊，不是现在，我升了几等？我看一下啊，这样子升了11级哦，欸，好爽哦，真的。好啦，今天试完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，爽归爽，但是还是要结束我们的游戏啦。欸，下一集呢，哦，我们就来玩这个真杀集啦，但是要给我一段时间。欸，我要花一点时间，大概再打个10来场左右就可以解锁这一只了。一场大概我可以拿100多颗到200左右啦。哦，这是需要时间的堆叠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一节内容哦。一样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真的哦，哎，按下你的喜欢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这对老头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帮助哦，好不好？是真的非常大的帮助，好吧？那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一集呢？饥饿杀世界，再见了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